你再来一个，他放过去，他说我老了玩的。不是不要大菜，你做了呀。大蛋豆哈。哦，这是大龙哎，小兄弟看。好大的，随便喝了几就喝了。哎，现在啥子啊？侬如果点龙要十块，哎，侬个转呢，转到啥子啥？龙就加里去，哎，如果侬买只要十块嘞。 赚了一个大的，好像要做很久的样子。嗯，他一小孩不够。被人一撞，路上拿着被人一撞，撞断的。 你不要这个样子呀！这个把家里我都化掉了，不大容易养。我上午都不养个蔷薇呀，一直烧了糊了养它个呀。嗯，对。我把它弄好了养，它能热天养。嗯，伊如果要养它，我就好扒了海了吧，好做呀。伊就靠上午结老了呀。嗯，是。这么大一条，是的呀。 那可我来把那阿公看看，侬讲我买条大，我现在在录像。嗯。风不要。你都刚好。嗯。这一年是经常想白羊，那值钱，那要下车嘞。嗯。十块。哎。四只脚爪。 我会脱开了，就打捞了呀！不要这个样子呀！你不硬币一个。再割子一个。割子那个，那你毛也毛的。不要用那个。别摸。 Gracias.
水最灿烂。能泡会的话会出海呀，还是比较。
这只没有，这四只要哪一只？这个啊，丫丫。那你呢？你要什么？没有，没好，你跟老板娘那边。他哪一个？他捏宝宝，他哪捏宝宝的？他哪个？嗯。要哪一个？花花好。花花。我臭死了。要哪一个？这我要怎么？要哪一种？海绵宝宝。嗯。好，你不要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我要哪一个？花椒，嗯，花花，没有花花吗？这个呢，好不好？没有。好的，等一下。这个呢？哪一个？那哪一个啦？这个就好啦。这个是什么？露露的。露吗？这个。这个啦。价钱是一样。还是这个？你要这个吗？哪一个？他说那个旁边那个。就是这个。骆驼。我说这个。Thank you.
看阿公的话，等一下变成。行啊，你家己学，无啊，我无咧教，哦，你无咧教，哦。